个小时，超级大太阳，突然有点退去了，这个太阳有一点点烫。我们来采买菜菜的部分，你想要吃蛋吗？还好。哦。你需要想要，你有想要吃蛋吗？我都可以，没有关系。那你呢？这里火腿跟 cheese 也要买啊。我都买这个，超便宜。你买小包的啦，这个还要带回家。3块。我买了大白菜、生菜跟青椒菜，然后火腿跟 cheese 是早餐，然后一大瓶水，然后外面买冰块。我们到了营地，这两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位置，然后它是那个露营车的位置，但是它还是我们不是露营车，但是他们就是留给我们比较大，因为我们的帐篷就是我们朋友的帐篷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就是先卸装备，要开始组装它了。这个是我们搭的天幕，搭的歪七扭八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小帐篷，我觉得我们搭的还不错，最少刚刚有风的时候都还撑得住。这个是我们朋友的 Coleman 的帐篷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哈哈哈哈哈。签名吗？拜托。不行。猫猫 Daily。害怕他讲出来。我快笑死，竟然还讲出来，我的妈呀！我想一直跟他说这个好丑，或者是说这样拍不错，因为我每一次都会这样讲。我说这个好丑，你这样拍就很短，虽然拍了两张之后你觉得很丑，你就不说了。我就会直接说不要拍了。够广吗？它会让我进摸摸广吗？蛮广的，一年后嘛。防蚊、防晒，还保暖，是不是该买？我还没讲完它的优点呢。来，您说，您说。这里面是黑的，就防晒啊，不会被热醒。对，也不会被亮醒。白天的时候，太阳大的时候，里面是暗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明天起不来的话，怎么办？就放鸽子啊！在录你吗？放烟火了！Happy New Year！ 外面好冷。嗯，有点冷。棒啊、哦！哇！超近的。完美，哎，是不是破掉？狗狗 ，Hello， 狗狗拜拜。